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台记台九月几号 AM 新闻，我是朱英晓。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无本土，日本阁送咱50万剂 AZ， 斯洛伐克也要送16万剂。另外有关市长建议讲降做一级警戒。透早九点开放以后，抓本的五百公，一点钟就35万人驻本，网络也大塞车，有强买188万人来登记抓本。国民党今仔日选党主席，落尾是朱立伦当选，伊也伫七点出来讲话。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无增加本土，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五个带病入境。另外，日本又搁送台湾50万剂的 A Z， 下晡已经到货。明仔载搁有斯洛伐克16万剂 A Z 也要送来。也拿第十轮的疫苗，主要也是注第一档的 B N T， 会根据到货量来注第九轮41岁。40岁以下的民众，也那64岁以下的民众也有可能做会到。手榜提出来，慢慢讲出无本土，五例境外移植也无死亡案例。指挥官陈时中照例向民众报告最新疫情。生化明亚这几礼拜，包括境外移植累计52例。今天的5例境外移入，其中序号3、序号4都有接种过一剂的 A Z 疫苗，都是在7月份。那都没有接种到第二剂，所以这次的5例都没有属于突破性感染。疫情当下，应该做的方法未当少，做疫苗也依序进行。礼拜六开始第九轮 BNT 开放18至22岁，所有60岁以上加第九轮40岁以上注射。所以第十轮有计10月初3开始做，那具体规划安怎做嘞？第十轮大概就是打 BNT 的第一剂为主了，那中间我们还是会提供 AG 的第二剂，那以照册施打为主。第十轮疫苗分配也是以第一剂为主，将根据高费量为第九轮40岁以下开始做，64岁以下一般民众要希望做会到。日本国产咱国50万剂 AG 疫苗后期11月26日参30，拜六下昼来台。礼拜二还有斯洛伐克的16万剂。规划好住第二阶优先，会是提供这个我们民众用照册的方式啊，就是这个部分有关会接种到第几岁的部分，我们大概明天会跟各位说明。指挥中心统计，二十单剂注25万9781剂，第一剂注14万剂，第二剂注13000剂。国内注疫苗注射率达到51.49%，但是中共整体注射策略也是注 BNT 第一剂 ，A G 甲莫德纳是第二剂。那有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才会将注无同疫苗加入注射策略。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疫情有较缓和，台北市长郭文德和桃园市长郑文灿拢有提起讲，中央会使考虑甲防疫的境界降到一级。台南市长吴怡蝶也表示讲，台南已经连续100几天无本土的病例，会使考虑对南部开始放任防疫。指挥官陈时中是回应讲，会向全国做回降级的方向来规划。本土搁在加零，搁来疫情境界是不是变来调降？二是台北市长郭文铁表示，台北市两礼拜内底无出现不明的感染源，已经达到降到一级的标准。通市长郑文灿也讲到，那疫苗注射人口加注射率达到一定的标准，建议指挥中心会使考虑来降级。台南市长黄伟铁是认为讲，无论是地方先降级，也是全国统一来降级，伊也同意。我们的总共加零天数也118天。我们更有资格要求说能不能降级。如果要降级，从南部先降级也不妨。那但是如果说要统一的降级的话，我们也同意。地方首长呼吁中央评估降级，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下晡以外也未讲，严格表示，是靠我乡若是要降级，全国到底来降级。目前来讲，大概会全部一起。虽然北部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个案。那但是相对不是这种大爆发的一个形态，所以整体来讲还是会全国一致的来做。台北市长郭文铁希望降级，主要是因为未少的人工作拢停起来，伊直接讲领薪水的人可能较无感觉，严格指挥官陈时中认为免正式性来发言。我常来讲哦，恁这领薪水也无感觉，逐工无做都无薪水人食，夜市啊，伊50工无做生意都无钱人谈。在疫情期间哈，大家各有情绪性的发言是大可不必了。那领薪水哈，跟没有领薪水的人也都要一起来合作。
媒体也问到，若是降级，挂齿暗的规定是不是放松？指挥官陈时中直接讲袂，煞来补充，有可能放宽厝内底人，搁出外挂齿暗这规定，不过放宽的幅度较小，因为挂齿暗依然是重要的防疫的做法。记者陈宏合报道。今仔日早起九点开放网站和便利商店，通注文一个纸本的五倍券。不过，才一点钟就超过350,000人来预约，地书这网络是塌掉嘞。即个便利店的机台运作也拢无啥顺利。统计到今仔日的下晡3点为止，预约纸本的人共要188,000人，北数位的也超过347,000人。参与健保卡，输入手机号码，透过超商伺服机，连印小白单都会当预订纸本五倍券。礼拜五早起九点正式开放预订，不过早起一度因为人数想拥有一点钟全台超过350,000人次完成预订，四大超商预订系统一度客气。我去年还排比较久了，今年很快哎。对，可能是因为今天超商刚好人比较少，然后我又很早就来了。有民众欧罗今年30秒左右就操作完成，比去年3倍更流畅。不过，新闻甲专家有部分问题的期待，系统因为一时间流量伤大，一度网络塞车，最后只好启动人流上限。到下昼3点，纸本预订约188,000人完成预订。所谓饭店部分，累计已经超过347,000人。不过，偏向地区纸本券，无论是预订还是领取，拢真无方便。像屏东县牡丹乡、旭海村属于偏乡，当地无邮局也是超商，出门拢需要开车，领纸本五倍券对因来讲其实无方便。我们这里部落没有超商啊，也没有邮局，所以我们一定还要搭车出去，或者是开车出去。最近的邮局是在我们的那个牡丹乡石门村，这里去石门大概也要40分钟，那去恒春就更远了。花莲县警察局是比较去年发放3倍券方式，居民只要带身份证件，就会当到附近的派出所预订领证件券，减轻乡民的负担。纸本券预订时间有2波，头一波预订9月25到10月初1，10月初8开始领券；第二波10月25预订，11月初8领券。邮局甲电话预约10月初4开放，10月12领券。民众有完有时间思考，选纸本券也是受益券。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今仔日国民党选主席的选情，因为是好天，党员投票的意愿也大增加，按算这个投票率是超过50%。一开始，这个前主席朱立伦和张阿中是真竞争，不过后来朱立伦就冲到8万多票，赢过张阿中。3号张亚中一票。3号张亚中一票。4号朱立伦一票。国民党主席选举下晡4点开始来计票，离国各地天气真好，投票率可能有5%到6%左右。有选民张阿中提出梦东白，如果还是现在的领导方式，还是现在的格局，那国民党的亡党真的是快发生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唤起整个党员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理念，让从亡党中变成一个重新找回我们的党魂。候选人朱立伦是讲出弃保这能力，也不放弃的，不是党内家己的人。如果今天能够顺利当选，我一定会团结全党，大家枪口对外，能够团结一致对抗二把的民进党。我们大家弃民进党，我们保国民党。另外，现任主席江启臣是对着弃港保主无放在心内。我想不要低估党员的智慧啊！我也相信。我们党员绝对会做出最智慧的一个选择，希望这一次能够做出一个最佳的一个典范。正式开票了后，朱立伦、张阿中选情紧张，张阿中票数更加一度来超车，不过到暗头6点左右，候选人朱立伦开出票数6万多票，张阿中4万多票，现任的主席江启臣只有2万多票，和外界看作是不如预期，倒票完3900多票排上尾。大家还有机会回得去？那绝对可以的，绝对可以的哈。那这就是国民党要展现给我们台湾民众看到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我们4位候选人所提出的各项的政见所有的政见呢，当选人呢都能够把它纳入未来国民党发展的方向。国民党主席健康激烈，选举结果出来后，也考验下届主席安怎来重振国民党。毕竟地方选举还有下届总统大选。记者综合报道。和大学升学真有关系，高中学习历程档案最近正在搞去线顶。
不过即马说，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害两万多份的档案拢无去。教育部回信内也讲，学生会使搁提交，即个权益绝对袂受到影响。高中级学生为高一开始会当上团，学习成果甲都悬表现。一百空九学年第二学期受疫情影响，延后上团到9月30日。使用国教署委托暨南大学开发学习儿童公办模组的学校，23暗起却陆续接到通知，系统无法度运作，部分档案碰见。目前受影响的资料就是9月4日之后的，大概有300多笔的资料，也通知相关的老师把认证的资料退回，然后让学生有机会可以重新上传。布林高中赶紧拆除后来补救，希望将实际影响降到上低。洪应耀学生讲，虽然家己有备份，也不过安怎会发生这款的代志呢？政府不应该这么弄事吧，对吧？就做了那么久，然后丢上去，结果就不见。教育部表示，厂商工作人员一开始模式设定错误，系统更新中心开机了后，硬碟方开放，无法度连接部分档案。初步估计，9月初5到9月7日上传到平台81号7854人，25000多件资料受影响，已经请厂商全力抢救。初步掌握资料硬碟并没有损坏，会朝着尽快将硬碟中的相关档案回复的方式来处理。部分的一个使用国教署的一个厂商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那这样子会不会变成造成不同厂商之间学生这边的一个对这个系统的一个信赖感？厂商全力抢救学生重新上团，9月7日前上团的拢有备份。教育部强调，学生权益无受损，也毋过造成困扰甲负担真实嘞。张教授提醒教育部要检视整体设计安全性。敢有重大欠点，若无会予学生、老师、甲家长对学习历程档案产生更加大的疑问。记者做下报道。高铁要驶到宜兰的计划，目前考虑的地点有4城、宜兰县政中心、罗东4个站。今仔日交通部就办说明会，讲会尊重民意和专业。不过，绿营的人有发起联署，望中央会当先考虑县政中心站，再来才考虑宜兰站。而且，伊也表示讲。高铁若设伫咧4城站，对地方的发展是真不利。大会乡长、地面代表、动员100位的乡亲，强烈建议高铁延伸以来，应该设伫咧大会乡的4城站。伊的腹地、伊的地非常的宽阔，第二就是伊的拆迁的户数非常的少。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计划有4个方案，包含4城、宜兰、县政中心、甲罗东，拢有人来支持。而早起交通部铁道局举办站址的说明会，宜兰民进党县议员、乡镇代表、乡镇长也发起联署意见书，化为支持。县政中心站，再来是宜兰站。最后的让步就是宜兰站。进城的时阵，你所有左二杠起来到这，你都要50几分啊。50几分就到台北。尊重专业啊，希望呢中央呢赶快来宜兰帮我们的核定设站，交通的顺畅，经济的发展，东西南北平衡发展。宜兰高铁站址也被决定，宜兰县长林祖苗也无表示太多，强调尊重专业，无有设立场。会后并无讨论出最终的站址。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也搁在研商。今天大家有不同意见，那我们用最快速的方式，我们会积极的跟。包括宜兰县政府，包括我们的立委这边来做沟通。高铁延伸到宜兰4大站址，应该是伫倒位？地方有无同意见？王国才讲，收集地方意见了后，会就各站址的拆迁的问题，转盘车架交通发展的评估，并且找到地方的共识。最后站址什么时阵要公布，也需要内部来讨论，强调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北区的三亚会，才予人讲有人参加参会，无挂嘴安，搁达到敬酒。今仔日就换新竹区的三亚会，予人检举讲，顶礼拜是办活动的时候也无挂嘴安，而且餐厅的防疫措施也无做好势。新竹区餐厅办生日会，现场有60多人参加，不过即马逼出讲，真侪人拢无挂嘴安，搁徛小我做会翕相。餐厅也亲像是违反规定，无实施梅花座、采隔板的防疫措施。即马卫生局要调查。也即个新竹区的三亚会会长也有出来回实的。嘉义市的文化路夜市啊，有一间真出名卖即个东山鸭头含卤味的店头，
不过即马煞予人逼讲，即间店的工厂长期拢排放大量浮游的垃圾水、搞水沟啊，海产内底的稻啊拢湿了了。即马调查也发现讲，工厂的一挂利油的措施确实无发挥作用，海即个油水拢污染着水沟啊，即马也已经依法告发。饮水的挂开起来，油水就流入来，和当地农田就出现大片油污，也致使稻啊死亡。农民指控这挂油水排放的源头是该市文化夜市一间卤味名店的制作工厂。你头拄仔看迄油污啊，啊，这稻啊都细长，都惊油的哩。啊，环保拢不了了之啦，啊，拢看阮家地头啊，足无的啦。啊，偌久啊？几工啊？哦，几，咱五六工有啊。啊，你像迄稻啊，拢损失哩，是无？拢损失咯，大概嘛损失。哎呀，啊，阮拢无法度人啊。农民指控这间制作工厂长期在当地制作冬山鸭头类的卤味，搁提起夜市啊卖。制作过程排放的水拢含有大量油污，也和水沟啊铺一层厚厚的油，和饮水饮产的农民真困扰。也不过这些年来拢无改善。发现确实有污染环境事实，已当场告发处分，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嘉义市府证实。工厂的油脂截流器功能不足，致使油污流入水沟啊！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单告发，也咧清查工厂监视达到水污化风劣管的条件。农民表示，这个多年来困扰，希望政府提出强制做法。另外，防止控的卤味名店店员表示，头家无伫咧，无法度处理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美国、日本、澳洲甲印度有做一个安全对话。伊是头一届伫白宫举行面对面的面对面的即个领袖高峰会，拜登也承诺讲，爱做伙保持印太地区自由佮开放，佮有提供亚洲地区的疫苗。另外，又讲着要伫气候、半导体、能源、太空等等的领域来继续合作。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白宫主办四方安全对话成立以来头一场面对面的领袖高峰会。When we met six months ago.We made concrete commitments to advance our shared and positive agenda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oday, I'm proud to say that we're making excellent progress. 四国领袖三月在线顶的会议，同意要在2022年年底向全球提供10亿剂疫苗。不过，四国印度新冠病毒疫情来恶化，先得就暂停疫苗的出口。印度总理莫迪在北京峰会表示，下个月就恢复新冠疫苗的出口。Force for global good की भूमिका में काम करेगा। मुझे विश्वास है, क्वाड में हमारा सहयोग इंडो-पैसिफिक में और विश्व में शांति और समृद्धि सुनिश्चित करेगा。两点钟的回答，四国领袖伫无边确讲到，中国情况下表示地理自由开放，在国际法特殊的基础下，唔惊强权，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甲繁荣，并且会在气候变迁、半导体供应链、新奇能源甲太空领域这方面进行合作。この日米合意会合は、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する四カ国が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に法の支配に基づく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を実現するために協力する極めて重要な取り組みです。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吉田鹏之会后表示，建议会特别就北京在东海、南海武力演习、查打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作为，也够对台湾的行动提出关切。公视新闻王惠文编译。中国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打喊美国司法部。达成原起诉的协议，然后加拿大放出来，随着飞行机转去中国。孟晚舟得到自由了后，认为被中国抓起来的加拿大人，即马也已经被放出来。2013年12月，和美国司法部指控对英国汇丰在内最近银行不满移动业务，犯下诈欺等罪，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历时以自由之身行诉温哥华法庭。Past 3 years, my life ha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It was a disruptive time for me as a mother, a wife, and a company executive. But I believe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It really wa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in my life.
另外，州加美国司法部特赦反起诉协议，加拿大法院在二时宣布终止明万州的印度听信，改当庭来释放。明万州随即到温哥华国际机场，坐上中国国际航空的客机，登机签证。就伫明万州得到释放两点钟了后，2018年和北京东交以间谍罪名来。古堡立交的加拿大前外交人员孔明凯和行李人史佩佛也随即和北京来释放。About 12 minutes ago, the aircraft carrying Michael Kovrig and Michael Spavor left Chinese airspace and they're on their way home. 过去几个月来，华为高层密集到华府和美方来交涉，另外就是华为创办人林正辉的走子。整个事件也是美中高科技战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的反美情绪，甚至让加拿大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恶化。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咱镜头搁转来国内，来看一百年前台湾的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引进西方和日本进步的思想，培养台湾人的文化意识。现在台北市的文化局和台湾文化运动纪念馆就推出纪念的活动，要带民众来去了解这个苏东坡的文化协会是安怎启蒙台湾社会。一支啊一支的山丘锤插伫窗啊内底，讲山丘是林献堂的兴趣。阁有留声机，有访林家招待人客的时阵会用来放音乐。这些物件当初百年前台湾文化协会成员私底下的兴趣。那这都是在1960年代已经在台湾就可以看得到的这种休闲娱乐，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来这边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在100年前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林献堂他其实就很喜欢去海水浴场。配合台湾文化协会一百年纪念，台北市文化局和台湾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新文化运动会活动，为9月25日开始到11月14日，有各种活动会使参与，日本当年推动文化的精神。有很多的线上活动，包括我们有推出我们20集的 podcast 的讲座，线上也会推出音乐会跟戏剧的演出。我们在10月16日的时候，也有在这个永乐广场大稻埕街区这边推出。出一个变装音乐会市集，那我们的市集呢，就当然包含了百年的店家啦，那以及呢，我们的跟现在有在做台湾史相关商品的店家。全台湾哦，保存最完整，你知道，1920年代的街廓的风貌，你知道，就是大稻埕。你走在那里面，就感觉1920到1930年的历史在你身边围绕哈。1920年代的文化协会成员受到济济国际影响，为当时的台湾社会引进真济进步多元的思想。柯比会讲，百年了后推出活动，希望即马台湾人会使为遮个历史当中学习安怎建构更加好的社会。记者郭冠良凯台北报道。清华大学要设一个学术后医学系，顶礼拜通过审查，按年底就开始招学生。明年明年会收第一批公费的学生，准备伫桃园的航空城设一个教学的病院，佮医疗研发的园区。清华大学学士后医学系，按算未来收电子、机械、资讯、化学等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是4年的学制。学生毕业了，到基层服务6年。佮有2年的医学中心进修机会。预计招收50名学生。欢迎建筑学院、理工学院、文学院的学生都来报考。入学之后，这是4年的 program， 2+2，2年在学校，2年到医院去见习。目前学校除了原本有180位下学科的老师，也特别找来71名专任助理教授以上的医科教师，学生也要去偏乡参与巡回医疗的服务。我们有非常强调这个社区及偏乡医疗的见实习。那么我们会请派学生到各个偏乡去，那么由这位偏乡的这些资深的医疗贡献奖的医生们呢，能够来带领，让他们了解偏乡地区的医疗要如何去进行。清华大学学士后医学系会对明年开始独立招生，除了学科测验，佮需要书面审查佮面试。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做伙来看天气。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
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瓜岛是25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 AM 新闻，我是朱英韶。所以来7:30，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来看装作小丑的少年人安怎放散快乐，给囡仔大细。